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. 科学解析迷惑行为。我是三分在喷，本周在批的波斯曼。这是一期严肃的科普视频，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些国产剧那么让人迷惑。陛下，先走程序。你画的应该是静学姐吧？你看得出来，像吗？像。你确定？从小我就没什么美术天分。嗯，看出来了，你心里还是挺有逼数的。能被你这么认真画的人，应该只有静学姐了吧？说的也是。请看，这是画，这是静学姐。静学姐此刻想打人，而灵魂画手的事件显然不是我们凡人能够理解的。这种抽象派的表现手法，竟然能够看出大师毕加索的影子。画风极具 creativity， 充满 mastery。如果看不懂，请记住，朋友，这是艺术，是艺术，我的朋友。Oops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蛊，你是人。皇上，一度保重。青鸾，青鸾，青鸾，青鸾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是白蛊。臣妾只是希望皇上忘了臣妾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这不管你是人是蛊，这都要你。不可能啊，元庆。棒。我可能对白狐有什么误解，这是中间发福后的白狐吗？怎么看着也不像移民狡猾机智聪明的样子。作为一期严肃的科普视频，我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白狐与萨摩耶的区别。首先，这是白狐，这是萨摩耶。白狐鼻子偏尖，尾巴较长，呈下垂状，体型小巧，而萨摩耶就长得比较蠢。那么具体白狐为什么会变成萨摩耶呢？一定是因为山上太冷，白狐冻成狗了。What does the fox say？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我缓缓打出一个抽抽火离当场去世就差那么一点，就这一点的时间还能抽空摆个造型。靠，还在飞。作为一个严肃的科普视频，我必须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。摩托车冲撞过程中，人体受到外力加速，这分明是自己碰瓷撞上去的。如果想把人撞飞出去，至少应该用这样的力，而且应该是这个表情，而不是这样子的。大姐，这比碰瓷中的梅毒还要扯淡啊！牛顿看了想复活。如果我翻跟头，你会不会笑？那可说不定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一笑千金。如果我们能用翻跟头博得美人一笑，算是赚到了，大家都来翻跟头吧。好吧，作为一期严肃的科普视频，我有必要认真做一次社会调查。如果你的男朋友翻跟头，你会不会笑？他为什么要翻跟头？他为什么要翻跟头？为啥翻跟头啊？颈椎不好啊？世上会有这种沙雕做这种事情？如果你真想逗女朋友笑，为什么会劈叉呢？